丽芬，姐，丽芳，姐，丽芳，姐，丽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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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了，我姐姐她来看，她说她是被杀死的。啊，丽芳，来，静一静，啊。我姐姐，我姐姐，我姐姐呢？丽芳，我想看看我姐姐，我姐姐呢？来一下，怎么了？那病人好像，不，你来看看吧。情况正常，先不要打扰他。可他刚才好像确实出现了精神异常的征兆，目前看来没什么问题，放心吧，有事再来找我好了。谢谢。新君，我想跟你谈谈。谈什么？谈病人的精神状况。我们出去说吧。格外的关注死者的情况，那我倒真要打个问号。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职业的敏感而已。我没有你那种职业敏感，但是我有一个正常人的直觉。丁丽芬的死亡结论让我产生太多联想了，
让我联想到，你为什么会突然跑到丁立芳的家，去索要丁立芬那个电脑？你还想知道什么？是不是这样？你回答我。事出有因，我有理由不向你做任何解释。好，如果丁立芬的死和他那电脑牵涉到你不便向我解释的秘密，那就更加证明了丁立芬不慎溺水的结论带有掩人耳目的假象，对不对？如果知道这个假象是你们办案的需要，那我以后什么都不问了。现在你告诉我，知道这个假象是不是你们工作的需要？既然是秘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凭什么信任你？因为我们曾经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恕我直言，如果丁立芬是死于他杀，如果考虑你和丁立芬的关系变化，你似乎应该进入司法部门的排查范围，因为在8年前的婚变中，你是受害者。那怎么样？不怎么样。我能对我说的话负责任。看来我今天说的话对你没有起作用。不对，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你要求我做的事情，但不是因为我屈从你的要求。那我得谢谢你。李芳，李芳，来，喝杯牛奶吧，一天什么都没吃，啊？我觉得死。不，李芳，今天咱们不谈这个，好吗？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是你要好好休息啊，啊？你总得吃点什么东西吧？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你说什么呢？不还有我吗？李芳，从今天开始，我一步也不会离开你了。啊？你同情吗？不，我知道你不需要同情。但是我给你的是力量，相信我，因为我们，李芳，李芳，你，小芳，小芳，我去。关于邱其刚用娱乐城和奥华出租汽车公司全部资产向我们进行抵押贷款的问题，大概就这样。你要不说，我还真是不知道。不该不该打鼓，不该不该将吊起来。宋总，我知道你找我没什么好事儿。我听着，你说吧。你好大的胆子，奥华的产业你也敢卖？说吧，这一次我怎么给你擦这个屁股？这事儿办的是有点欠掂量。这样说，多大的娄子，我自己顶。1000万你顶得了吗？你跟我说实话，你从这里面得到多少好处？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完全可以让检察院介入，
到时候是什么后果，你心里很清楚。宋总，鸡吃粮食啊，猫吃肉，各有各的胃口，各有各的道。奥华这点事儿，我现在也全明白了。要想收拾我呢，恐怕大家要塌了这边天。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绝对没什么意思。再说了，我又不是奥华的股东，说话没什么分量。就是有什么意思的话，也摆不到桌面上，对吧，宋总？看来你今天是有备而来呀。那好，那就把你那些烟囱、肠子、花花道，全都捋直了说。怎么说呢？这样说吧，知道耗子吧，就是老鼠，同样是老鼠。这生在厕所里的老鼠呢，它一辈子注定就要吃屎；那生在粮仓里的老鼠呢，一辈子就要吃粮食，这是天意。可在奥华就不同了，同是在奥华这棵大树下，它有人吃屎，有人就吃粮食，这让人心里很不平衡。接着说。我要和柳新阳一样多的股份。嗯。哼哼。你想玩火呀你？我怕火。昨天我差点让火给烧死，真的。我原来一直认为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太让我失望了。如果仅仅是为了一张软盘让你狮子大开口的话，说吧，什么条件？什么软盘啊？什么软盘啊？3%的股份够不够？你把软盘交出来，爽快！宋总，绝对宋总。啥别说了，哎，1000万银行贷款怎么办？我给你擦屁股，不是一回两回了。说定了。裘启刚啊，裘启刚，你惹的麻烦不少。什么叫担保贷款？你这是变卖奥华的资产，懂吗？老爷子，这事儿我真的很无辜。秋子，今年多大了？4丈多了。你和袁黄一是我最信任的人。所以你的事儿我不能不管，不过我不能不提醒你，你已经过了瞎折腾的岁数，该收手了。我听你老的。既然奥华这点事儿你都知道了，宋之林也答应了你的要求，我看息事宁人吧。他宋志林算个什么东西啊？老爷子，在奥华我就听你老的。球子，你不是聪明人，好自为之吧。怎么了？开车呀，秋哥，你往后看。知道车里坐的是谁吧？不会是警察吧？袁火一。
踪影。秋哥，大概惹祸上身了，今后咱们要小心点，别让他给算计了。就他呀？他早就惦记着私自娱乐城了。七哥，往后倒车撞他。张老，没有要紧事儿，我是不会轻易找您的。我是瘟神，人人避之又恐不及。不不不不不，您太谦虚了，在傲华到处都是您的门生故吏，您才是傲华的真正掌门人。有人说您是傲华的实力派，这话我信。这么说，你就是权力派的代表了？哎，不不不，我是职业经理，应该说是衣服派吧。我的眼花了，你坐在我的面前，怎么也看不清楚你的脸，耳朵也背了，你这么大声说话，咱们也听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样的掌门人能不误事吗？这并不妨碍您坐在家里呼风唤雨啊。没有您的支持和帮助，傲华这把交椅我是万万坐不稳的。你坐得很稳。我说宋公子，你急急忙忙地把我找到这里，你想要说什么我很清楚，说吧，你想把裘七刚怎么办？他找过你了？他不该知道这个秘密。可是他都知道了。那就该善待他。怎么对待他全凭您一句话，只要您能够控制住他，怎么处理我都没有意见。不过他的条件有些苛刻呀。你都答应他什么条件了？第一，给他3%的股份。他的股份从我的股份里划拨，不要牵扯到别人。第二，帮他填上1000万抵押贷款的窟窿。不过条件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他必须交出软盘。裘七刚不会那么听话。袁黄衣已经拿到了软盘。说谈吧。秋哥，这事儿我做主了，我给了袁黄衣。什么？袁黄衣？既然拿到了软盘，我有两个建议。不是建议，是指令。长老，您可千万不要客气啊。一，裘七刚是个讲信用，公司也要讲信用，答应他的事情一定要兑现。二嘛，裘七刚这个人千万不要对他动什么心思，千万不要激化矛盾。我了解他，他粗中有细，做事啊
妻子，哥给你动粗，你别往心里去。我不是冲着你叛乱，我是冲着你背叛了我。妻子，你看这儿还有，可我就是不明白呀，他袁黄衣怎么会在你手里拿走这个盘？你戏子怎么就会老老实实的把这个盘给他？你是不是吃了排花药？秋哥，那是一个要命的东西，你怎么就不明白啊？他们拿走了盘，下次就是要你的脑袋，因为在你的脑袋里还有一张取不出的盘。要走你走，我不走，我放不下这产业，天塌不下来。秋哥，那我就对不住了。邱其刚他犯了重罪，抓他是没商量的，关键是怎么抓，抓进去怎么办。我想听听张老的意见。张老，你说呢？老了，妙平。有件事情你可能还不清楚吧？你想要的东西我已经得到了，而且没费吹灰之力，所以也就不用你的牛刀了。把他抓进去并不是一件好事。既然他的思路和马凡很相像，就应该给他一个和马凡一样的结果。我说过了，不行。检察院已经签发了逮捕令，如果这个时候出意外，那问题就复杂了。人是必须要抓的，我有这个控制能力，我控制他。那好，那就有劳你了。刚敢跟我摊牌，说明他是个粗人，粗人做事是不计后果的，所以他不会束手就擒，他肯定会拒捕。别这么看着我，其实我们心里想的不都是一样的吗？把话说完。谁也不敢保证我得到的那张软盘没有被复制过，所以邱其刚的问题必须马上了断。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被警方团团围住，可能会有三种结果。第一，凭他的本事逃之夭夭。第二，被警方制服束手就擒。
三，暴力抗警，被当场击毙。虽然第三种的可能性很小，不过这不正是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吗？你是个聪明人，即使你喝了很多的酒，你依然是聪明。自从高文去世以后，我一直在琢磨你这张脸。这张脸作为朋友，他太丑恶；作为仇人，他又太善良。你记住，早晚有一天，我会把它裂下来，来祭奠我一生中本该坚持的清白。清白。清白。如果马凡没死的话，你还有机会玩玩清白。可是现在别再提这个词了，我听着不舒服。张老，张老博学多识。西汉的时候有一首童谣，不知道您还记得，很耐人寻味啊。怎么说来着？燕飞来捉皇孙，皇孙死燕捉屎。赵飞燕滥杀无辜，多少也是出于无奈啊。邱其刚不愿意和政府合作，倒可以和启新军合作，这一点我可以担保。邱其刚不能死，以后说话少给我拽。要快，必须赶在公安局抓捕到他们之前。干完了事儿 ，CC 城不就是你的了吗？谢谢总理。胡其刚和西右军都是华澳工贸集团的重要人物，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以及市民的猜忌，今天晚上的行动呢，动静越小越好，要严格保密，不准动用警车，参加行动的人一律着便装啊。我的意思大家明白了吧？明白了。现在呢，除了江队留下，其余的人开始准备，注意安全啊。开始。启刚，我估计邱其刚身上可能有枪，再加上娱乐场所这个地方的人员比较复杂，为了慎重起见，我给你找了个帮手，让这个帮手以工商所的名义找邱其刚谈话，把他引到工商所，将其诱捕，好不好？估计他快到了。来了。来，进来。江队大人，对这个方案还有什么问题？我是尽量配合，可是我方志，你的安全我负责，放心吧。好，我上那坐坐。我憋不住了，快去吧。
当时这个口气值多钱呢？七哥，我很欣赏你的仗义，但是今天晚上邱七刚抓不到，你就替他定罪去吧。秋哥，你滚，你滚得越远越好。喂，谁呀？阿毛，我想你。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回家了。我问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动静那么大？跳舞呢？夜总会，动静能不大吗？这儿的妈咪是我朋友。我说你是不是干这行有瘾？不干就活不了了。妻子，有时间你能来看看我吗？小姐，跟我走。别忘了说好的，有什么事情及时跟我联系。好，放心，下去吧。哎。有话就这儿说，去你所干什么？说呀。这大水冲了龙王庙，亲哥们也成乌烟鸡了。秋子，你说中了。你开玩笑啊？你涉嫌策划928抢劫大案，迫害员工致人死亡，现在对你实行拘捕。你是来报信儿的？冯师啊，你笑什么呀？我正想问你呢，
在你刚才宣布的罪行里面，怎么没提到紫珍洗浴中心啊？我是笑你啊，你单枪匹马来找我，不是想杀我，就是想放了我呀。哎呀，我说冯石啊，你就不怕我进去以后狗咬吕洞宾吗？这人生啊，有两大窝囊事。一是笑掉了下巴砸到脚面，二是放屁崩了脚后跟。小心笑大伤身，如牛皋啊！牛皋就是笑死的。别看你爱掰腕子，可是你从来没有赢过。站！哼！至于吗？都是钱，有什么呀？别抖机灵，别不识好歹，啊！我是冒着险来给你放生的。不过你也得帮我个忙，好让我跟他们有个交代。好，说吧。怎么办？出了这座楼，办法自己想。走吧。你进去，赶紧！你别给我搞些乱七八糟的，你听不听啊？我去洗个手，信用已经送到你门口了。我告诉你，今天就不够去，马上封你门！别打死你！行动！程志刚。程志刚，秋哥，快下来！起坐，开车。上车，追。没事吧？没事，开车，西子，快！我想不信躲不过这一劫。西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啊，九哥，现在知道水淹到哪儿了吧？现在知道也不晚，快，开快点！